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 Greenwich 这里玩啊。你看这边，这边好像很新一样。刚才呢，我们今早在 Reading 过来呢，都是刚刚一个钟头的。很快的这个过来，还有转车都很方便。在 Kennington 转了一次车，跟着就过了过来了。我们今天去的车站 North Greenwich 是位于伦敦的东边，在 Jubilee 线上面 Canary Wharf 的下一个站。 North Greenwich 是属于松二和三中间，意思就是来回 Central London 松一和二的时候，它的车费就是计松 2， 而在其他松去的话，车费就会计松 3， 所以入 Central London 的话，车费是便宜了。我们今天的影片是由 Imperial Dragon 赞助，他们将会在6月18日联同东伦敦高级发展项目 Greenwich Peninsula 举办香港制。当日除了有物业按揭讲座，由物业代理和贷款顾问即场解答英国买楼问题，还有不同的港式小食和饮品摊位给大家找回香港的味道。费用是全面，如果对伦敦物业有兴趣，又或者想品尝香港港式味道的网友，可以报名参加。报名连结已经放在资讯栏。这里就是中间就是那个 arena 啦，然后呢这边呢就是餐厅，还有戏院，跟着这边就是 outlet， 哇 Nike 啊 Adidas 啊 Ted Baker CK， 哇好多这里还有。今时今日 O2 已经是伦敦的著名表演场地，但是不说不知道，其实它曾经是一个没人用的场馆。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有超过600位 artist 在 O2 表演过。他们官网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表演场次，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官网看看。这里真的很大啊，这里有戏院，跟着刚才走过来又有泰国菜，又有软龟，那个软龟乌冬就 OK， 天妇罗大家要考虑清楚先。跟住又有 Five Guys 啦，又有 Wasabi 啦 ，Pizza Express 啊 ，Fridays 啊，哇，总之食乜都有啊，基本上呢度。哇，呢个正啊，呢个。哇 ，O2 Ultimate， 喂 ，Chamberlain 喎，跳蛋床啊，可以。呢个带啲小朋友嚟放电啱晒啊！而家越嚟越兴啊！放啲小朋友入边玩几个钟，跟住佢放晒啲电，你就可以翻屋企。我可以 book 嚟做 party 添，即系开生日 party 嘅时候。哇！入边好大，入边几开心。哇！呢度仲有保龄球场 ，kids party。哇！11.5一个小朋友啫。咁總之 book 個場俾佢哋，然後俾啲小朋友自己喺度開 party 咁樣就啱曬。哇！依度真係好好啱啲爸爸媽媽 plan 依一個假期活動啦。依度咁多 school holiday。Icon Outlet 依度有超過60個唔同嘅品牌，唔少得嘅當然係英國嘅本地牌子啦。中意 shopping 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啦。呢度都系7折，52磅。喂，我中意呢个纯白色啊！纯白色呢个都系7折啊，7折都系52磅，而家欧力价。我要有 B B 版添啊！咁佢连埋条裤噶，定系？系啊 ，B B 版系有裤要26磅，嗰个15磅。哇！喺依度啊，仲有依个西中大都有，噔噔。O2 除咗可以喺入边玩之外，仲可以爬上去玩，连 Doctor Strange 都有挑战过 Up at the O2 噶，好多人仲喺依度求过婚添。嚟紧大家就可以讲翻句 I love you in every universe 啦。想玩啲静态啲嘅，可以试下依个 Emirates Airline 缆车，由依个 Greenwich 出发，横跨依个泰晤士河。喺缆车上面睇依个日落，都应该好浪漫嘅。
女士们如果想宠爱自己多一点，可以走出少少去 Intercontinental London 酒店里面做一个 SPA， 实行由内靓到外。而在 Greenwich Peninsula 里面还有一个欧洲数一数二的 Golf Range。这个 Golf Range 好抵玩啊，今集时间有限，记得留意我们下集的分享。这个区是不是不错呢？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下究竟住在 Greenwich Peninsula 的生活模式啦。刚才大家都看了附近的配套，而 Upper Riverside 这个项目已经发展了七年，不如先去看看他们的会所设备先啦。健身室主要分了两边，这一边主要是做负重运动的，估不到他们这里的机都挺齐，所有主要的 muscle 都可以 train 得到。而另外一边的健身室主要就是做大氧运动的，蛙艇机、单车机、爬山机、跑步机这些都有。望住一个泰晤士河 view 嚟跑步，系咪即刻有多啲动力呢？不过我就中意游水多啲啦，依、这个恒温室内泳池就啱晒，因为冬天都唔使怕冻啊嘛。游完水之后，仲可以去 steam room 嗰度放翻松啲 muscle， 依个设计系咪好贴心呢？得闲仲可以约班 friend 嚟喺依个咁靓嘅景嗰度饮翻杯嘢添。我哋今日嚟到依个两房嘅 apartment 参观啊，一入到嚟门口咧就有条长嘅走廊，咁依一边咧就有依部机咧系可以，譬如有人送外卖啊，或者有朋友嚟嘅时候咧就可以揿依、这个，亦都可以揾 concierge。哇，好新颖嘅设计啊！呢一度。好，嚟到依度咧，第一個門咧就係依一個 utility， 咁有依個洗衣機啦，同埋哇好多電掣啊、boiler 啊，全部就喺曬依度。嗯。不過好彩佢隔音都幾好，好閂咗門就聽唔到。係咯。如果唔係都幾大聲。好，嚟到依边就系依个主人房。哇，主人房咧都可以摆到一张 double bed 啦 ，standard double bed， 两边摆晒床头柜啦，同埋哇，最紧要系依个 view 咯，望下 view。哇，就系依一个。泰晤士河景啊！佢依个摆完张床之后咧，床尾仲可以摆依一个，摆一张凳啦，同埋有晒依个衣柜。哦，咁依个衣柜都 OK 大喎，因为佢顶顶添会做到。我唔够高挂衫咯。又裝唔高嘅，又再黐唔夠高，呀！依一度真係好勁嘅，我成日要擔凳呢度，好彩依度都有啲櫃桶，我可以攞到嚟依一度，上面嗰卡我都攞唔到啦。不過 OK， 依個夠曬大依個，跟住咧仲有依個 en suite， 哦，依個 en suite 咧就係依個。企缸的设计嘅，就依个花洒，同埋依个系镜柜喎，依个咁都够位摆嘢。中意同埋我中意依一个大啲嘅洗面盆啊，有时有一啲咧，哇，好细好窄咁啊，所以依一个大啲好啲，我觉得。嗯。如果可以再出啲就好。嗯。系咯，咁啲水就唔會彈出嚟。En suite 計都幾大喎。同埋依啲全部都係電子操控呢個温度咯，因為依一度係冇用 radiator 嘅。嗯。嗯。然後依邊就係細房，
細房，但係雖然係細房，但其實佢都擺到一張 double bed 嘅，然後可以其實加多個床頭櫃，然後依邊咧就可以擺書台，依度有，仲有個靚景，咁依度都好夠光猛喎。係啊，採光幾好，因為佢夠大啊嘛，只窗佢落地啊嘛，只窗。只窗又夠大，同埋依邊已經有一個入牆嘅衣櫃咯，入牆衣櫃，哇哇好多嘢已經。佢樓底都幾高喎。係啊，總之大家以我為依、這個，你掂唔到，我掂唔到，你掛唔到。緊緊嗱，如果我趌高腳又再加埋衣架嘅話咧，係夠嘅。上再上啲我就真係掂唔到啦。好，跟住咧出到嚟依邊咧，就係、是、有個 family bathroom。依個 family bathroom 好大喎，我覺得。即係以 apartment 嚟計咧，嗱、佢又有依個浴缸啦，連埋依一個花灑，仲有依個鏡櫃。依啲真係比較貼心嘅設計，因為廁所真係好多嘢要擺，有好多時淨係得個洗面盤咁啊，係啊，跟住咩都冇，加錢咯，跟住一係就嚟到依一度咧，就有依出翻嚟依個走廊嘅右手邊就係依個廚房，係啦，依個 balcony 位，再加廚房同埋客廳。哇！勁高樓底，我喺度好似小矮人咁啊！不過如果依一個星盤可以再大啲就好啦，而家有啲細啊！嚇，依一個就係依個洗碗機 ，Siemens 嘅洗碗機。哦，不過因為佢依一個洗碗機係真係大嘅，所以佢預你唔係太多。在個洗碗盤度洗，然後雪櫃啦，雪櫃冰箱，哇！上面嗰格都係攞唔到啊。好，跟住都係 Siemens 嘅爐頭咧，四個爐頭嘅，仲有依個焗爐。都好夠，好夠用啊！嗱，依啲 storage 啊，哦，依啲都係 storage， 哇，高到都唔知點攞，要所有嘢要擔凳啊，真係嚇！依、這個大到哇，依、這個都好夠位擺嘢，同埋我中意佢有依個燈槽嘅設計咯。咁佢切嘢啊，成啊都已經好夠光猛。好，跟住就嚟到依個客廳。哇！依、這個三角形位，你睇下，你嗱坐喺 sofa 嘅時候咧，你就係望住依個泰晤士河嘅景啊！哇，好爽啊！然後咧，嗱，而家咧就好靜嘅，因為依一個，我覺得佢隔音都做得幾好。依對門好重啊！哇！跟住就嚟到依一度，哇！依個 view 真係正啊！點啊？呢個景如何？好正呢度，爽啊！大家喺度喺屋企嘅，直接喺度曬太陽，仲可以食依個下午茶添。今日有依個港式嘅下午茶，蛋撻仲要係我中意嘅酥皮蛋撻，仲要菠蘿包啦，同埋依個茶檔嘅奶茶咯，正啊！Greenwich 呢边仲有好多地方可以玩，下集除了继续同大家分享喺 Greenwich 嘅生活，仲会带大家体验一下由 Greenwich 去 London 松湾嗰度揾食添。
下集再见，拜拜。